大家好，我叫陈心宇，我今年17岁。我是杨一华，我今年16岁。我们的实验主要是要探讨在微重力状态下界面活性剂所影响表面张力的扩散现象。性质不同的东西碰在一起，表面像水凝成水滴般，缩小面积的作用称为表面张力。而界面活性剂例如清洁剂，则能强力改变这种性质。让我们去实验室看一看吧。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实验在地球上呈平面状况，但是如果在微重力状况下呢？在微重力状况下，水珠因表面张力而成圆球状，我们又会观察到什么样 3D 立体的情形？首先，我们将水球固定住，接着颜料会在水球内逐渐扩散，我们挤上界面活性剂，界面活性剂会降低内部的表面张力，而外部的表面张力依旧。我们假设这股力量会让颜料向外扩散、扩散、再扩散。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是最美丽、最色彩缤纷、最棒的实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vote for us。